交接到下面一个再高的摇望，你高兴比什么？来比个小爱心好了，现在年轻人流行小爱心，来比个小爱心。你知道什么叫小爱心吗？好，来小爱心拿出来哦。好，来，这个就是小爱心，来看前面哦。比心别免的，你数钞票有没有？就是数钞票，还变成小爱心呢？就是数钞票，数钞票，急一急赞。好了，准备了哈，可以了。来，因为我们全程录影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倒数，好不好？现场的朋友一起来倒数，五、四。你们不要这样油头革命，好不好？明明就是要起来摕礼物的，嘛先看他配合一下，较笑。妈妈，你笑点很低嘞，笑全场的。好，来，请准备哦，哈，不要撞破气球了嘞。往前站一点，往前站一点。不是你啦，是他们啦，你动什么动？好，来看前面哦，看前面哦，来，先看好，好，来，然后去，来，现场都有，来，一起来倒数，五、四。俊，对，来发一下礼物，人人都有哦。嘿，每个人都有一份礼物。那个花椰菜就可以拿来当枕头，有没有女朋友？有哦，那你也可以把花椰菜送给你女朋友。送给她的时候就说：“我们结婚吧。”不错吧？好，来，那博伟先跟那个抽中花椰菜的这个幸运的妈咪先拍个照，你们两个先拍一张，你跟花椰菜先生先拍一张，对不对？其他的动作很快，捏一个 V 字形胜利，好，很好哦，来比个赞好不好？叫男生装可爱太恶心了，好，比赞就好了，来一二三，赞，好，可以吗？好。